大家好，我是阳明交通大学资工学系的李奇煜副教授。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研究成果是基于 AI 大数据分析，强化 5G 网络治安防护。那我们的团队是网络与行动系统实验室，那我是这个实验室的主持人，那毕业于UCLA 电脑科学，那曾经获得联发科青年讲座教授，那也经由这个。边缘运算平台的建制技术获得友翔科技发明奖，那我们也连续3年获得科技部的未来科技奖。那在我们团队中，主要的研究方向是 AI 驱动之无线网络和治安防护，以及 5G 网络系统和安全。那目前我们团队主要有20个博硕士生，还有3个研究助理，那主要涵盖这2个研究方向。那我们毕业的学生呢，主要就是。到这些行动网络或者是 WiFi 网络相关的产业去就业，比如说联发科，还有瑞昱半导体。那我们在强化 5G 网络治安防护的研究方向呢，主要有3个子方向。第一个是5G 物联网的治安，第二个是 5G 多媒体服务的治安，第三个是 5G 核网治安。那右边呢，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曾获得这个未来科技奖。那我们主要获奖记录除了未来科技奖以外，还有在这个顶尖会议 ACM Mobicom 获得这个最佳论文，然后也因为挖掘出手机上还有这个 Facebook 的应用的治安漏洞，而获得这个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治安奖励。那在强化 5G 网络治安防护的研究方向上呢，主要有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因为我们只拥有这个商用手机，无法去存取电信网络的核心网，或者是对方远端的这个手机，所以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手机上去模拟骇客的攻击方式，来去检测这个 5G 网络上是否存在这个治安漏洞。那第二个挑战是，那手机还有这个网络的协定，还有这个方法众多，那如何去分析出潜在的治安漏洞呢？其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电信网络的标准文件非常大量。比如说有几十种电信网络的标准文件，那每份文件呢都有上百页，也有包含数十种协定，所以如何从中分析出这个潜在治安漏洞是具有挑战性的。那最后呢，第三个挑战呢是当检测治安漏洞是否存在时，您只能在手机上进行判断，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在手机上的这个封包主机与漏洞之间的相关性，然后才能去检测相关的治安漏洞。那如何从这个封包主机中找出这个相关性呢？因为封包主机含有大量资讯，那也会因为不同的这个因素而变化，比如说不同的网络，不同的手机，那我们就借由这个 AI 大数据的分析来去找出这其中的关联性。那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3项，第一个是挖掘和防护 5G 物联网的治安漏洞。那现在物联网非常盛行，一个地区就会有涵盖大量的物联网装置。那因为物联网装置其实都是使用比较便宜的硬体设备，所以可能存在一些漏洞。那我们就发现，在 5G 物联网的这个装置上面呢，它可能会存在这个拒绝服务攻击的这种治安威胁。也就是说，装置的拥有者可能无法去存取他所拥有的装置。那也会，我们也发现这个物联网服务的这个过度收费的机制。那第二个呢，是挖掘和防护 5G 紧急通话系统的治安漏洞。比如说，在紧急事件发生时，我们可能会打110，或者在美国打911。那我们发现，在这个系统里面，它其实存在着这个治安漏洞。我们可以使得在对于某个使用者去造成他紧急通话拒绝服务，也就是说。在某个时段、某个地点，他可能无法去使用这个紧急通话的服务。那我们也发现说，这紧急通话服务，因为它可以在没有这个 SIM 卡的时候去使用，所以我们也可以有可能使得攻击者去滥用这样的紧急通话系统的资源。那第三个呢，是我们挖掘和防护 5G 多媒体服务治安漏洞。那多媒体服务呢，就涵盖这个通话服务呢，或是影像通话。或者是说简讯，以及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多媒体，比如说 VR、AR 的服务。那我们发现呢，在这个通话服务上面，它可能会有拒绝服务的这个治安威胁。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段或一个地点，
这个使用者可能没办法去接收通话或者是打电话出去。那我们也发现我们可以这个攻击者可以对于这个受害者造成这个来电号码的这个伪造。那今天呢主要分享这个第三项的研究成果，也就是 5G 多媒体服务的这个资安漏洞的挖掘与防护。那在 5G 多媒体服务资安漏洞上面呢，一般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通常大部分的时间通常没有来电，也没有简讯或者是任何铃声。那这表示是说没有人打电话给你，或者是没有人传简讯给你。那这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其实有可能你正在遭受攻击，因为多媒体服务这个通话服务呢存在这个资安漏洞。那主要的做法就是可能攻击者他打一个幽灵电话给你，那他操纵幽灵电话的这个状态，然后使得别人并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你。那在这个攻击的过程中呢，其实你的电话并没有任何的来电声响或者是简讯，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挖掘出的 5G 通话拒绝服务攻击。那在这个 5G 拒绝服务攻击里面呢，其实这个资安漏洞存在全球所有电信商的网络，我们已经在两个台湾的电信商还有两个美国电信商进行验证，这个资安漏洞其实是存在的。那为了验证其普遍性呢，我们也在15款手机型号，并且这15款手机里面也包含7个手机品牌进行验证，都可以发现这个资安漏洞确实存在于全球的这个电信网络里面。那在这一个研究工作里面呢，我们主要突破和贡献呢，其实是基于这个 AI 的大数据分析，开发侦测模组，挖掘出四项通话服务机制存在资安漏洞。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个拒绝服务攻击，其实是包含这四个资安漏洞才可以去产生这个拒绝服务攻击。那第一个就是通话服务的状态机，也就是当你在打电话的时候，或是别人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其实它是有3-4种状态。那当你的手机停在某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别人是没办法打电话给你的。那攻击者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来使得你的手机现在是没有服务的状态。那第二个呢是通话管理机制，我们利用这个通话管理机制呢，我们可以同时间攻击者可以攻击多只手机，使得多只手机呢没办法通话。那第三个呢是来电号码验证，那我们发现电信商他可能没有对于这个来电号码进行验证，使得这个受害者他可能看到的来电号码是伪造的，使得他没办法去追踪到这个攻击者到底是使用哪一支手机号码。那最后一个呢是通话资讯的隐私，那通话资讯的隐私就是当一个攻击者他其实只要拥有对方的这个手机号码，他就可以知道这个受害者目前他现在是在通话，或者是说没有在使用电话，或者是他在其他状态。那这在于这个资安漏洞的应用很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发现这个拒绝服务攻击不是在每一个状态中它是会发生的，它只有在手机没有在使用的状态时候我们才可以攻击成功。所以我们利用这个通话资讯的隐私来去推测这个受害者手机是否可以被攻击，然后来进行这个接下来的动作。所以呢这边可以发现我们都是由这个攻击者角度来发现可能的资安漏洞威胁，然后来再加以修补。所以呢除了这个第一项我们基于 AI 大数据分析来这个开发侦测模组以外，我们也研发网络端的解决方案，因为有一些漏洞它是在网络端，有一些漏洞在手机端，所以我们研发了网络端和手机端的解决方案。那在手机端呢，因为我们只能用手机它所包含的资讯，而且手机里面它的 log 或者是它的讯息包含非常多的资讯，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基于 AI 大数据分析来侦测这个来电号码的伪造以及其他相关的漏洞。那我们所做的这些研究成果其实对于产业电信产业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协助这个电信网络标准，也就是 3GPP 标准，电信商还有设备商，比如说手机厂商或者是核心网的厂商，来强化 5G 的资安。所以我们所用 AI 大数据分析所
研发的这个侦测漏洞的这个工具，可以协助他们来侦测他们的设备或者是网络是否存在治安漏洞。那我们所挖掘治安漏洞是存在全球的 5G 网络中，所以可以应用于全球的所有的这个电信网络设备商还有运营商。那最后呢，我们也将成果提供至这个台湾的电信技术中心还有 NCC 来提供他们参考，来加强未来 5G 治安的防护，并且也提供给全球电信组织 GSMA， 这个组织是全球的电信商还有设备商都会加入在里面，所以他们会分享相关的治安资讯，为了未来 5G 6G 的治安而努力。以上呢是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关于 5G 治安防护的研究工作，谢谢大家。感谢国网中心提供及时且强大的运算资源，大幅提升本团队之资安研究能量。未来将持续深化合作，对全球 5G、6G 电信网络资安防护做出贡献。